海平面上怎么有一艘船悬空航行？特殊景象让目击者惊呼：“船怎么飞起来了？难不成是外星人到访吗？”船怎么浮起来了？然后有些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画面，觉得很神奇，很神奇。佩戴那个望远镜，哎呦，真的很认真去看。真的有一点漂浮感。宜兰南方澳外海17号上午，有不少民众目击船悬空航行的奇景。实际上，这是因为光线折射造成的。当空气是热的，海水是冷的，温度差异就会产生另类的海市蜃楼现象。光线在那个一般的路径上，它是会有折射现象。而折射完的是空气是直的，所以你看过去，它好像是浮在这海平面上。气象站解释，不是外星飞船造访，而是自然现象，属于一种虚幻景象，让民众别惊。记者林胜、郭玉轩，宜兰采访报道。我是王一仲。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，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，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